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安捷新科技的 Teresa， 今天来为大家进行 Artel Inspire 的软体介绍。首先，我们会从 Inspire 的软体简介开始，再来会介绍它有哪些基本的功能，还有哪些创新的功能亮点，最后会讲解为什么要选择使用 Inspire 这个软体。您一般都是如何开始您的设计呢？是不是都是使用以前的设计作为起点呢？当我们面对简单的问题时，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工程直觉去创造有效的结构，当然也可以在软体中画出相同的草图，透过优化演算法产生一样有效的结构方案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处理更复杂的事，比如说在三个维度上施加多个负载，那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凭直觉已经不够了，而且传统的模拟工具也无济于事。那在这边 Artel Inspire 便大大的改善了产品设计师进行设计的过程，因为我们可以透过一组的负载条件去产生结构形状，而且这种结果能够透过内部提供的分析工具进行评估与互相比较，最终简单又有可制造性的模型能够被输出到您偏好的 CAD 工具之中，而且新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训练就可以轻松上手使用 Inspire。 所以 Inspire 是业界中最强大又直观的模拟解决方案，可以帮助设计工程师快速轻松地创建结构有效又可制造的产品概念。接下来会为大家讲解 Inspire 的功能。 Inspire 的基本功能大致可以分为六大项。首先是 Inspire 的模型工具，它可以方便又快速地进行几何的创建、简化与清理。第二个是有优化选项，支援对零件和装配体的优化以及分析。在分析方面， Inspire 的分析类型包括线性静态分析和正常模态分析。还有 Inspire 提供了包含钢、铝、镁、钛等常用的材料库，另外使用者也可以自己添加自定义的材料。在呈现结果时， Inspire 是采用互动式的视觉化结果，使用者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滑块添加或移除材料来探索优化的形状，挑选最合适的设计概念。最后在 Inspire 中是可以创建多个装配体配置的，来评估各种方案跟概念。在 Inspire 的分析与优化中，我们可以分成结构以及运动两个部分。在结构方面， Inspire 可以进行静力学的计算、频率模态分析、曲曲分析以及拓扑优化、形貌优化还有厚度的优化。在运动方面， Inspire 能够对移动的零件进行系统运动的研究，从运动分析中获得的力可以作为边界条件输入到结构分析中，透过了解应力和曲曲来优化产品的设计，以达到减轻重量、提高刚度和速度等目的。以下会介绍 Inspire 五个具突破性的新功能。首先就是动态运动的模拟。 Inspire 中的 Motion 这个部分是使用了 Artel 非常强大的 Motion Solve 求解器，而且透过 Artel Inspire 的使用，就能有与结构分析相同的使用感受。 Inspire 能够模拟模型的旋转运动、链以及链轮、凸轮、齿轮系统的行为，计算位移、速度和力的特性，确定弹簧和阻尼器对设计的影响，以及确定发动机的输入要求。第二个是格栅的优化。在 Inspire 中，我们能够生成优化的格栅以及混合格栅与实心的结构，而且是以 3D 的形式呈现模拟的结果。最后我们还可以绘出 STL 档来进行 3D 列印。第三个是负载的表格汇入功能。新的负载表格功能可以让使用者查看还有交互的分配负载，而且还能以 CSV 档的形式导入跟导出我们设计的负载。第四个是基层制造的形状控制功能。 Inspire 在基层制造这个部分提供了对支撑的形状控制功能，能够有效地减少支撑，以产生能够自体支撑的结构。
最后一个是 PolyNurse 的新功能，使用最新的 PolyNurse Fit 拟合工具， Inspire 能够自动的将 PolyNurse 应用于优化的结果，让产生的 CAD 几何更加的平滑。最后来讲，为什么要选择使用 Inspire？ 以下会说明 Inspire 拥有的几个优势。首先是 Inspire， 它拥有非常易学易用的使用者界面，它是有全中文的界面可以选择的。而且在计算方面呢，它也是支援多工的平行运算，它还可以预估跟提醒需要的计算时间。还有很方便的材料设定的方式，还有材料自定义的功能。再来是 Inspire， 它能够进行几何的侦错、网格的自动划分，还有推荐适合的网格大小，所以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减少网格对工作的影响。另外在 Inspire 中，我们能够进行这种复杂装配体的分析与优化。对于这类的零件跟装配体， Inspire 有接触工具，可以让使用者找到周围的零件，而且指定它们是不是应该结合或是接触。Inspire 还有非常成熟可靠的优化工具，因为 Inspire 的内部是使用了 Artel 的 Artistruct 优化求解器，我们可以根据给定的设计空间、材料属性以及受力的需求，生成理想的结构形状。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改进我们的设计方案，让设计更加的轻量化，在节省材料与成本的同时，又可以满足性能与结构的需求。还有很重要的是， Inspire 跟 HyperWorks 系列是使用一样的文件格式，所以我们用 Inspire 时可以绘出 FEM 档，与 CAE 软体协同合作，进一步的完成准确的分析计算。最后一个 Artel Inspire 的特色是它非常方便使用，能与现有的 CAD 工具互相搭配协同合作，使用者可以基于现有的 CAD 工具与 Inspire 的搭配，进行更快的设计流程。以上是我们 Artel Inspire 的软体介绍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